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你是指他跟赵寡妇的事情？那只是其中一件事情。他这个人啊，最招人恨的就是骚，不是太骚了。刚开始来这儿啊，人生地不熟的，他还挺收敛，时间长了他就暴露出来了，经常调戏附近的大姑娘小媳妇，正经的女人都躲他，有些不正经的就跟他勾搭连环，背着丈夫跟他胡搞。谁知道呢，可能是新疆人体格好，那方面厉害吧，在当时除了赵寡妇，他还跟其他好几个女人不清不楚，就那样赵寡妇也乐意嫁给他。女人有时候真是搞不懂的。老聂头直做眼花子，一个耳聋的老太太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凑过来，满脸好奇地看着他们，又拿起桌上照片瞧了瞧，可能觉得他们讲得有意思，想知道他们在聊什么，但又听不见，看了他们一会儿就走开了。丁乾继续问，20年前，就是你说南大碎尸案发生的时候，当时这个玉米蹄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吗？这个呀，老聂头仔细想了想，当时他老婆已经死了，就他一个人守的那个服装店，有时候带女人在里面鬼混。柳飞接过话说，据我们警方当时了解的情况，吕爱卿失踪那天晚上，也就是1996年1月10日那天晚上，玉米蹄就待在服装店里一整夜。接受调查时他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否认自己半夜外出过。虽然警方没有找到他的作案证据，不过在当时也没有人能够证明他说的话是不是真话。这个呀，时间太久了，我也记不太清了。好像那一年我跟我老婆回老家探亲去了，我是回来之后听说的南大碎尸案。不过老聂头拍拍脑袋，忽然想起什么来，有件事倒是挺奇怪的，那个玉米蹄不久之后就把店兑出去了，之后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下落了。丁乾和柳飞同时一惊，互相看看，本能的这个人心生怀疑。本来以为江三旺的嫌疑更大一些，但是这个玉米蹄的突然离去着实令人费解。考虑到他没法证明自己在吕爱卿失踪那天晚上到底是不是安分地待在服装店里，他之后对店离开似乎就显得不那么单纯了。难道他心虚了？丁乾和柳飞正在思索，老聂头的老伴儿颠颠又回来了，把一个又大又厚的夹子扔在桌子上，把两个人思路都打乱了。老太太乐呵呵地翻开夹子，原来是一本相册，她翻到第二页，拿起之前桌上的照片，指指照片，又指指相册里几张照片。丁乾和柳飞仔细一看，原来这几张照片的背景都是中山陵，照片上的电子日期也是同一天，看来是同一天拍的。不过相册里面照片就齐全多了，那几个人还有三三两两单独的照片，其中就有两张玉米蹄的照片，有一张还是半身照，外表长相看着就清晰多了，看这个新疆人当时的年纪也就20多岁，体格强健，鹰鼻深眼，还有长长的鬓角，谈不上多英俊，有股外国人的魅力。对于一些只在电影中见过欧美男星的女性来说，或许就把这位新疆小伙想象成了西方大帅哥。丁乾朝老太太竖起大拇指，这个手势老太太看懂了，十分得意，又主动地翻相册，让她看更多的照片。没想到老聂头却不高兴了，啪的一下把相册拍上，往老太太怀里一推，垂胡子瞪眼，哪儿都显摆你，哪有事哪儿到，
赶紧忙你的去。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老太太笑呵呵的表情一下就黯然了，可能是被老头子说惯了，没有任何的不满，低眉顺目地抱着相册就出去了。别管他，一天天的什么都干不好，龙咔咔的不说，还傻兮兮的。老聂头摆出一副一家之主的威风，嘴里数落不停。柳飞打断他说，大爷，我们中午还没吃饭呢，干脆在你这儿买点吃的吧。老聂头马上笑呵呵地说，行，算我请客，你们想吃点什么呀？柳飞想了想，给我来四碗馄饨，八个肉夹馍吧。老头吃了一惊，你们能吃这么多呀？柳飞指指丁钱，你看他长这么高，饭量比咱们正常人大不少啊。丁钱刚想纠正，柳飞桌子底下踩他一脚。老聂头毫不知情，好，能吃多少我管够，我给你们准备去，你们先喝点茶水。说着就出去了。丁钱终于有功夫向柳飞解释，我也算正常人呐，一碗馄饨最多加两个肉夹馍，再多就撑了。谁让你真吃了？柳飞抹了他一眼，这家伙有时候猴精，有时候呢也像猪。他压低声音说，你不觉得刚才有点怪吗？他老伴要翻相册让咱们看，他突然就火冒三丈。那怎样，也许他一贯都看不上自己老伴呗，呵斥他习惯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感觉这个老头好像在隐瞒什么，要不咱们找那个相册看看，给你点那么多吃的，他得坐一阵子，时间够用。看着柳飞闪闪发光的眼睛，丁乾忽然觉得每个女人都是天生的心理专家，只不过习惯上把他们的天分统称为八卦。丁乾说，我想那个相册应该是放在卧室里吧。卧室就在隔壁，两个人悄悄地走出房间，进入隔壁屋子。这间屋子相对较小，有床、衣柜、缝纫机和写字台。因为家具不多，很多东西啊都是放不下，又不舍得扔掉，只好堆在外面，显得有些乱。丁乾扫了一眼，目光一下落在那张床上。准确说，那不是床，而是炕。东北农村用的那种火炕，外表贴着带花纹的瓷砖，看着倒也不难看。他走过去，往炕上一坐，呵呵笑道：老聂头是东北人吗？在南京这地方砌火炕，这里冬天有那么冷吗？刘飞催促他，一边翻箱倒柜。别管那些没用的，帮我找找相册放哪儿了。无罪谋杀 VIP 版本，每天至少更新八集，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直接在喜马拉雅 APP 搜索无罪谋杀 VIP 就可找到购买。有任何问题可以加本集标题我的微信咨询。感谢收听。